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外卖哥杰克江。现在进入夏天了哈，头发比较长，加上戴上这个帽子之后，只要一跑单，不透气嘛，它的那个就会出现一层油渍，所以说我整天看起来油腻腻的。然后今天特意抽了一个时间，我现在要去理发店，把我这个发型给它改变一下。希望我把这个头发剪了之后不要掉粉啊，此视频为证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出发去剪头发去了。这里有一个叫新秒城，它这个是剪发20元。OK，一会儿看一下。那这边还有一个优剪，优剪的话是洗剪吹38。找到一家理发店，叫名医造型，他这边洗剪吹30，可以，等会儿去这边。现在可以剪发吗？现在？好嘞，他那个是外面那个价格吗？对，洗剪吹31。31。看你吹的那么大，哪有半条？师傅的手艺还是不错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现在去送饭。